全台最大的日系户外露营音乐节 MD Amigo。 好，这边好像有点吵。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是早上就出发，然后九点这边刚刚是搭帐篷，然后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我们在排各地的午餐。它这边是结合了四大主轴，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风格市集，就是大概有80几摊的各个的户外露营的摊贩，包含吃的啊、装备啊，然后垦区、它城市绿洲等等的摊贩都在这边摆摊。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在这边露营，户外露营，然后还有所做体验，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最压轴的草地音乐季，延续到晚上，然后整个晚上到明天都有很多的艺人还有乐团。台湾比较知名的就是一些望族啊，还有嫌疑人，然后还有我们Fuji Rock 比较大的一些日本的那个团体，他们都会来到这边原汁原味的来去演出。那我们现在就先去肚子饿，先去排东西吃，你要再过来慢慢体验。好像只剩下那个什么猪肉销魂饭。这是在哪里的？这个是那一条长的，而且你就看到很长的，就是会比较好吃。哦，这个是那边的，那个红色那个。对对对对对。而且去睡了一波又来了。很夸张，不意外，不意外。啊，对，好，也是。对。对啊。我刚刚排这个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全联先生。全联先生说有来，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先看到了，看到两条了。然后那个 CC 谢欣选有来吗？有。我昨天看到他现实动态在玉山。CC， 他没看。对啊，你刚拿那个鸡蛋糕给我的时候，我想说你认不出来他嘛。然后听说 Kid 也有来。你选了哪一只啊？有点像是那个墨西哥的那个亡灵节。有什么仪式吗？他算守护神吧。守护神。对啊，然后他每一只其实有代表不同的意思，只是这只他没有放那个什么特别的意思，可能是因为是不成年的部位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只是收入在里面。他手上拿什么？他手上拿的其实好像是笛子类别的东西。对。然后他这次活动有联名款，就是那个雨衣，可是他这次只有22件，所以已经被换光了。我带给大家看一下。对，我都没要实验了。他的这个雨，雨衣全部都换完了是吗？22件而已。大人的，小孩的7件。OK， 那剩下联名款剩下是什么？联名款的话剩下腰包跟这个后背包、束口袋，也可以手提。然后但他们都是防水，都是雨衣材质。是。一下子被抢光了。CC 有抢到一件，我刚刚看到他有穿一件。走。啊，就只剩下后背包，它可以 cosplay 是吗？我怎么会？它化妆哎，不知道哎，所以可以换装。然后前面好像还有一些日本四国的，算是观光局吗？也过来这边。是啊，现在换点券的很少。现在因为可能都吃完了吧。对啊，差不多一半。那就是等晚餐时间的时候，可能就不要那个了。就很多比较偏民族风的服饰，还有一些吊饰都在这边都会看得到。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手作的体验，他们有一些职人，然后他们会这边做一些帽子啊，或是一些皮鞋，然后当场现场日本的 sensei 来在这边做教学。爬不想起来。
他上瘾了。Hello, 你好。Hello. We are from this mountain area. Yes. Yes. In Japan. Yes, from Japan. Like, this, have you been to Japan before? Just Osaka. And Tokyo. Ah, okay. So we are from here. Osaka is here. Okay. So here the sea and our island is here. And we are especially from this region. Oh. You can stay and you can eat. How many days in I can traveling in the mountain? How many days? Days? Maybe 1 night is good. 1 night is okay. Yeah. Oh. 这好看。手刷梯啊。它彩色的，就是它可以弄很多颜色。那边还蛮多好玩的，我想看它。现做手刷梯，你钱换完了 ，Lily。买啊买的，你去哪了吗？还是其他旅游？这只，你拿来一只。我最近都买了还有挂。哦，你好大只哦。就是想要把它放在登山背包上面再挂。挂可以挂着吗？它可能就是挂在那个背包的，它这边有外面，它这边卡在那边，就跟那个温蒂带泰瑞上山一样。我以为有那个，它上面有个钩子可以勾。没有，是吗？哦 ，True V， True V 啊，只有那个他老公老板而已。对。对啊，哇，这个氛围太好了，听着歌，对。而我只有一把吉他，我希望有一个同意。空气的吗？跟你聊买。要什么？可以耶。你有买这个？我有哎，我有买，可是说起来没有这么小。想买哦。我的那个，我那个算是很大的。这边有那个长哦 ，demo 的，对，这个是比较厚的，比较舒服。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出来砸点。这个是比较轻量的，那就是左边。手起来就像这么小。对对对对，就是手起来小。天哪，爬山很适合，很棒呐！买呀！这个俊大山非常需要，然后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俊大山，对，那个路很烂，很烂哦，坐车比那个什么爬山还累。不会，看你看这一把。借我拍一个，好好。不会，他是不是饱了？你好夸张，真的？暖了，哎，这样不用试吃啊。你刚不是说这样啊？三口气，三吃半就饱了。哇塞，这样三吃半他就饱了。你要不要试躺看看？哎，不用了，我躺就垮了。马上剥掉，马上买。你好，哎，我觉得这设计这样不错，帮我们的，优秀哎，死吹，对，这个好快哦，天哪，这送餐具，对，这是平时餐具，你们登山可以用得到，我觉得可以，太棒了，这里面你们拿什么？下次记得来，就是要带手机来，带手机，对，可以有免费赠品可以拿，这比较实用，对。它有差别吗？有，这是差别。我要这个。好，你先选吧。我还有，还有，反正我跟他一样。我觉得这个最好。谢谢。有叉子，有叉子。都是登山客。环保，环保。妈，收你了吧。是借哪一颗呢？都可以啊。但你有建议？这要插电的。哦，我们那边有电啊。不要，这太重了啦。那是借这个喇叭，收你的喇叭。这边。可以帮我拍照打卡，没问题哦。对啊，很夸张哦，超夸张的。好，
好。它完全防水防尘。防水防尘。它有一个小东西，蛮有趣的。好，你介绍一下。先拍两下以后。可以拍一些音效出来，拍六个面会不一样的音效。哦，了解。然后拍后面两下就把这个功能关起来。哦，对对对，好的。好酷、哦，祝你们玩得愉快。好好好，谢谢。格雷坤，南希，我借了一个东西来帮你，不让你睡。收你了，收你了，好吧。借了，借来轰炸，可以可以可以，它还有那种更大台的。我看了，我看了，我以为想说你有带喇叭，我在里面。下楼，现在应该先等一下啊。那个瓦斯炉，你们可以把瓦斯炉拿出来，拿一个，然后。韩国哦，泡面之家，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料理，是韩国，有韩国这个不是部队锅，对不对？还是韩国泡面哦。部队锅。部队锅。还有韩国煎饼。烤吧。还有什么？韩国烤肉吗？泡菜。哦，辣炒年糕泡菜啦。对不起，我比较没有那么斯文。然后还有，这是直接烤肉这样子吗？还是这个之后会加到什么？没有，就直接吃了。是吧？没有包生菜，包生菜，包生菜，好底吧哦。那那边有泡菜跟洋葱跟葱都可以加进去，还有辣酱。一手都是 Landy 姐姐一手包办的。姐姐，叫你姐。啊 ，Landy 就好了，在这边不可以随便乱讲话，会被抗议。你也不小，你也不大。小鸡没饭吃。怎么会这样呢？不喜欢韩国吗？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就很少吃。那你喜欢韩国语吗？什么东西？你这种东西不可以放在我的影片里面。对，而且你是那个我高雄人。